大家好，我是小爱，然后超拽的，他说等一下我不会介绍你，你就自己自我介绍。对，大家好。你有吃过泰国的酸辣汤吗？你说Tom Yum Goong吗？不是不是，是Tom Yum Goong。Tom Yum Goong。不是不是，Tom Yum Goong，不是Tom Yum Goong，来认真念。Tom Yum Goong。不是，那个Tom要往上。Tom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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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Tom Yum Goong。Tom Yum Goong。不是不是，我怎么会猜的太碎了？Tom Yum Goong。不是不是，你那个Tom要往上，你先一个字一个字来嘛。你学。Tom。Tom。快快了，Tom，那个嘴巴要闭起来。Tom， 对对对 ，Tom Yum Goong， 不是不是，慢慢来啊 ，Tom，Tom， 不是 Tom，Tom， 嘴巴要闭起来，我真的要生气了，快 Tom，Tom， 对了，啊、第二是 Tom Yum Goong， 不是对不对不对了，Tom， 来 Tom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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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那个 Tom，、啊、我找，快好了、啊，我觉得你那个嘴巴不要放松。Tom， 对 ，Tom， 不对了 ，To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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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对 ，Tom Yum，Tom Yum，Yum 对了 ，Yum， 记得这个感觉啊 ，Tom Yum，Tom Yum Goong， 不是不是 Goong， 是 Tom Yum Goong，Tom Yum Goong， 不是，好难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你我念起来是音不对，还是说字整个错了？字整个错了，那个共鸣跟那个发音都不对。Gong， 不是，声音不用那么柔。来，你是不是不认真学？没有，超懒的。我完全不知道哪里不一样哎。你听我，你看我的嘴型哦。Tom Yum Goong。Tom Yum Yum Goong。不是不对，你刚刚是 Tom Yum Goong 了嘛？对。是要 Tom Yum Goong。Tom Yum Goong。不是你声音，你那个共鸣刚刚在这边嘛？共鸣要在这边，泰国用鼻。Tom Yum Goong。干嘛？突然间，原来呢？为什么？都会不会录到两个小时？我都还没有学好啊！快了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会有人学得起来？可以，每个人都可以啊！你是在刁难我？没有。动。你我可以就碰你的动，你那个动动，快快动动动，你可以动动。不好看，不好看。啊！认真学习，认真学习泰文小教室。泰文啊！Tom Yum Goong。你再用一次。Tom Yum Goong。对。哦。Tom Yum Goong。你为什么第二次就念遍？你要不要用自己的？哦。嗯。Tom Yum Goong。不对了。刚刚那个 Tom 就不对了。Goong 是怎样？是 Goong。哦 ，Goong 哦，我知道了。动我动很难，动就不对了，对，是动，对，动Yum Goong，不是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泰文？我没有瞧不起，我为什么台湾人这个样子？你再说一次Goong，Goong，哦Goong，好Goong，Goong，Goong，对吗？对吗？对对，好动Yum Goong，干嘛那么难啊？但是根据泰国点东洋贡还是听得出来吧？我是听不出来啊！屁嘞，怎么可能？来最后一次哦，认真学哦，不学我真的翻脸了。我东洋贡，东洋贡，对了，哦，对了，对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不行了，不能了，再一次来，你努力，你努力，东洋贡，哎，不对了，贡。好，那大家学一下好不好？你帮我评评理，是台湾人的错吗？还是他们的语言太难了、啊？没有，是台湾人瞧不起泰文。我没有瞧不起啊，我最爱泰国是我第一爱的旅游国家哦，我最喜欢泰国了。好，那就大家练一练哦，巴迪卡，多迪卡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爱，拜拜。